级嫩模松冈里娜是香港某女模团的成员，更有着蜜桃兄的称号。近日27岁的松冈里娜和谢霆锋的妹妹谢婷婷受邀出席某活动，活动现场谢婷婷身着白色洋装，清秀可人。不同于谢婷婷的清纯路线，松冈里娜以一身低胸短裙火辣登场，汹涌的蜜桃兄不仅力压谢婷婷，还引得身边男星何浩文频频偷瞄。更让人意外的是，竟有媒体拍到何浩文疑似伸手要揩油的画面。对此小编想说，美女嫩模固然可爱，可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何浩文请自重呀。优酷娱乐播报，整理报道。经典汇聚，口碑之作，夏洛克带领超能少年杀出领界，优酷英剧频道重磅上线，《算意英剧》，敬